相关啊，这时候你看到这个是应该是属于草金兰科的，啊，草金兰科的哈，啊，一般称为香果就可以了，啊，这样了解一下哈，啊，另外呢，我们刚刚讲说泥潭呢是没有进水口，对不对？它是来自的水源呢，都来自涌泉跟什么骊山的注下来的水，它呢比较常态性的注入水的就是刚刚看到那一个入水口，常态性的。哦，这只要不太枯水期的时候呢，那个水是常常是有的，哦，是有的哈，很重要的一个地方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也很多民众来这边提他的山泉水，哦，山泉水哈。那如果我们在谈的那一个地方，就商店那个地方看过来呢，这个完整的这个植被呢非常的完整，就没有像我们对面那一座山的很多的槟榔野在，哦，因为它这里是属于一个水源涵养林，水源涵养林哈，以及保护林带跟林班地，所以说它不可能会有槟榔存在。